差不多之后，那个走走停停，看看哪边能收。四五点往哪个地方一停，一个月后我带你，是吧？现在反正是活不多，反正天天你要说没有活吧也能干一点，你要说有活吧也不一定能干出啥活去呢。前天干了一点，昨天没干，今个干了一点。下地了没有？换地方，不在这儿等了。两天三天等了两块地，我现在往竹林那边方向去了，这个沿途人家铁条倒压了几个钟头，倒了躺俩时间来了，这会儿才好。吃野了，然后提凉器堵了，去找坤哥搞凉去，谁给你的邮寄上门开除？那平台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的管没事不的，你播吧。那青龙现在人少，只要不上人都管，只要不上到1000人都管播。有两根铁条，然后有一根铁条在我右手边，有一根铁条在我左手边。我一推那左手边的铁条，右边铁条直接卡到我，到我眼珠子上。我去下地干活来，那大姨夫的，你哭啥吧嘞？不是你跟人给开车吵架了？我说没有。还好，眼珠子上面好像破了一点皮儿，疼了还。这会儿不淌眼泪了，就是有点疼。搁哪儿干了？开房，买点眼药水滴滴，报个工伤。报2.5也行，买瓶眼药水。二哥说的去买点消炎药吃，我不用。不用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下班了，换个地方。
换个地方干。玻璃砸了，玻璃好好的。它这上面容易脏，然后这边贴的是那个贴了震后的那个两面胶，然后现在里边不用清理了，以前里边天都是清理。你可是在宋院干的，不是我在余镇干的。那董事长赔2万就不停了，不是没干了活不爱修不赔了。不用杀菌，抗菌。这绝对是我在赵集干的，好近。我现在准备去竹林方向，上竹林方向去，百度不行。要是能干出来点货。太好了，这块谁收的？我刚来那天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徐桐刚开始。徐桐的大哥，你现在准备往哪边去？我就顺着这个路，然后往前面一直走。等会你要是往那边来了，你到这个位置，我再给你发个位置。还在开门，是嘞。我想往徐东方向去看看。我倒倒看徐东在哪边。徐东跟竹林是不是一个方向？就是往竹林方向去了。徐东。后面干多了，队友增多了。往前走走看吧。这边路两边晒的都是鱼棒子。前天这块地就是阿茶出来。你看这块地俺队友俺三个手的二亩地，还搁那地里边，不是还搁那路，还搁那沟里边那个路边摘了个。哎，这块开封是徐州县，现在这边车管组成一个大队，直接到哪地方就要装保卫住。摘熟了，不是我摘的，不是我捡的啊。二哥捡的。这边看路两边没有啥早茶玉米，远不？不是太远，也不是太近，估计得有好几公里。又去干活了吗？是的。往前面走走，听那个地方这两天活不是太好，也能干点，太少了。二哥以前从来不捡东西，这两天跟着你捡东西。晚上会不会余震？我就是搁这边耗了两天，耗的有点心连环接。等一下，你也上这边来是不？
先别记住来了，我先去看看。要是能收了，我先收。我先去看那边能收不，要是能收再来。前天加了1400，80个油，现在还有62。